不公不义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咱的台湾。欢迎收听《一边一国爱台湾》。各位听众朋友、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！今仔日之中，因为博士班来上课的关系，所以无法度亲自伫咱现场来主持。非常抱歉，若有造成不方便的所在，拜托咱听众朋友。会当来谅解、来包容，感谢你支持一边一个爱台湾，嘛拜托你继续甲咱的节目、甲地中、看甲记得，感恩努力。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，咱的乡亲士大，一边一个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大家午后平安，午后如意，午后快乐。感谢咱全国的乡亲士大，准时来收听一边一个。爱台湾，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来收听，希望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志忠，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每一天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。咱做伙空中结缘，做伙来开讲，关心咱的土地，关心咱的台湾。那对拜一到拜六。每一天的下晡时五点到六点，在咱的南部地区，也就是高雄地区、台南地区、屏东地区，麻烦你甲收听主人广播电台、主人电台，这是 FM 的台96.9，主人广播电台 FM 96.9 96.9，这个会当听咱的一边一国爱台湾。那你下早时11点到12点，同款一点钟的时间，带伫咱分林嘉义的好朋友分家地区，你着甲准即个嘉义之音、嘉义之音，嘉义台是 FM 的91.3 ，FM 的91.3，吼，同款是一点钟的时间，再是11点到12点，中昼时12点到1点，大台北地区。大台北，你甲听中华台、中华电台。中华台是 AM 的台，1026，周日是1026。中昼时在一边用餐，食中昼饭，也是在休困。听众朋友无忌言，一边收听一边一国，人地中的空中交流，做伙来开讲，做伙来关心台湾。下晡时黄昏的时阵，5点到6点，就是地中较大甲大家说报告。咱现场主播的这个时段，南台湾南部地区对台南到高雄到屏东安尼规线，你拢甲听主人电台，正港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 FM 96.9 96.9，暗头啊7点到8点哩，台南地区地中我的高雄听詹文溪，这老牌子的民主台，台南的乡亲拢做熟悉吼，非常的喜爱这个有那詹文溪电台。暗时7点到8点，食饭饱带甲听，吼、哦、来即个做伙空中交流。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的节目会当讲咱对早时开始到中昼吼、哦、放松，下晡到暗时，一天24点钟，咱拢拍拼来甲伊即个宣传，一定爱甲即个台湾主流的民意来大声甲讲出来，台湾主体路线即、這个。信念这个目标，这个追求，这个坚持，不只讲予台湾人民了解，嘛要予全世界国际社会来理解到咱台湾的立场。所以每一分钟袂当放弃，每一秒钟吼，咱就袂当有哪解这个吼浪费去，一定爱来珍惜，非常把握掉的。听众朋友，实在你无去嫌，逐天听咱的节目。甲地中看家己的，有哪咱陪伴你的生活，
让你有快乐的心情，希望的人生，共同咱来打拼一个有尊严、有愿望，这是咱的未来。到今仔为止，咱大家所关心、大家所支持，来这个吼声援阿扁总统、陈总统，遭受到政治迫害，这是100%的政治的案件、政治的冤案。但是冤枉还未洗清，公道还未平反，真相嘛爱阁继续加油，阁来甲宣传，才会当真相大白，会当向陈总统一个公道。虽然过程当中，真侪无奈的所在，真侪困难的所在，真侪挑战的所在，但是地中犹原相信，只要大家团结做伙，哦，咱才会困难力量甲加做伙，团结就有力量啦。哦，这个大家打合起来，哦，这个绝对会当甲这个目标完成，功德平反。来，今仔咱的节目马上就要甲开始，同款咱的这吼、哦、新闻重点、新闻大消息。啊，个其他遮个相关啊，遮个地中一挂看法，甲大家做报告。来，咱先听主题歌，台湾中国一边一个进行曲。用真时代，你唔通转台哦。精彩拢伫后壁，啉一嘴茶休困一下，马上倒来咱的节目。一边一个爱台湾，多谢你。台湾中国一边一个，台湾中国一边一个。来，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士大啊！即卖是一边一国爱台湾，咱的节目空中进行中。来，同款这个吼、哦，咱基金会参会是5月19，吼、哦、啊，有关这个活动，听众朋友啊，感谢大家愿意来关心佮支持。输蓝输丁，输丁歹看面，拜托咱所有全国乡亲。大家那这个多好一度好，好我那这个行程小安排一下。5月19的暗时，咱大家小招台北的这个台德电话饭店，好详细这些资讯，你会当甲卡参会专线02-3322-381802-3322-3818吼，来靠基金会办公室，拢有专人来甲你。做这个说明，看安怎处理，安怎作业啊？这个有关着餐更，安怎来这个啊？有哪订这个餐更？哦，到这个购买哦，这个餐更，还是讲为这个咱的啊，乡亲讲啊，多时间无啊多出席哦啊，但是会当来啊，表达心意，小雅的这个赞助来收听这个餐会，也希望讲去一天会当。非常安尼人气霸甜，现场闹热滚滚，和陈总统、阿扁总统最大的这个温暖甲支持吼、哦。你甲卡专线02-3322-3818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我那地中甲大家拜托。
啊，变总统啊，甲大家来啊邀请，拜托吼五月十九暗时，哦，咱小招伫即个凯达格兰基金会十二周年的即个感恩忏悔，来刷落咱甲关心上新的即个消息。即、这个即卖多咧讲要来即个世界卫生大会和五月下旬即个代志，包括民进党的立委，吼、哦、啊，即、这个有医疗背景的，吼、哦，即卖也有即、这个咱啊全国医师工会理事长，吼、哦、嘛是部分区立委，啊，即、这个区立委，啊个其他只民进党立委共同开记者会，有那出来咧声援，出来咧主张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。安怎用较积极的行动来争取到？安怎来参与？包括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法国、德国等等吼，啊，因遮的代表，若会使是咱的部长到遐，嘛是会人会当人因做相平的即个会谈啦吼。你着算做讲无法度入去会场，啊，咱伫外口共款要甲宣传，共款要来讲，互全世界来理解。来甲台湾排毒，这是一个无理的这个代志。中国的阿爸甲打压是这个啊无所不在啦，吼、哦、无所不在。中国伊无咧讲什么道理啦？你呾期待伊的这个善意，从地中就来讲俩，要期待中国的善意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除了这个太阳对这个西边出来，你无法度期待伊的善意。长达伟达讲，地中伟达讲，你看今仔上新的消息，发生伫澳洲，有那一场国际会议，是有关到这种的选举，全世界的选举认证，哦，因为联合国为着要来啊禁止到咱讲伊的血钻石，吼、哦，因为作者是非洲国家，伊生产到选举嘛，选举伊这细粒细粒，迄价值是悬的啊，所以。为非洲国家，伊可能是啊，本身内战啦，还是讲迄个军政府哦，军人在控制啊，所以为着抢这选择，用迄种违法的手段，迄国际上的交易有一定的制度、一定的这个规则里啊嘛。但是为国家伊的违反着这個，哦，啊伊这用非法的这种的交易，而做血钻石吼、哦、啊，为什么用老花的花？就是讲这个选择本身伊的。啊，来源也好，伊的来历也好，无经过这个国际交易的这种的规则，所以会造成到，比如讲爱有人牺牲啦、啊，爱有生命的这种的牺牲，爱这个吼牺牲足济人，才有法度去啊，摕到这个选择。所以咱讲这是老花的选择吼。所以这条国际会议是联合国为着要禁止到血钻石，所以又来通过到一个全世界。来防止着违法选举交易的一个认证的机制嘛，哦，叫做金伯利认证机制，哦，啊，总啊，这就是一个国际会议。台湾咱又因为咱不是联合国会员国，啊，佮加上中国伫遐咧创空吼，所以一开始咱要参与，有哪拄着真侪困难。但是这个过程大家当参考哦，咱不放弃，不断来交涉，以及来拜托咱这个。支持台湾较友善的国家啊，来帮忙着安怎协调啦吼、哦，斡旋之下，台湾虽然袂当正做一个正式的这种的会员国，但是伫这个组织之下，咱有哪会当来参与着所有的啊这些活动，所有这些议程，而且咱嘛伫2007年来摕到这个观察员的这个正式的地位，所以每一年开国际会议，咱台湾当出席嘛。今年澳洲来开的时阵，中国代表团伫啊闹场啦。主席是澳洲的外交部长，外交部长要致辞的时阵，中国代表团伫下底吼咧闹场，讲着爱台湾团着爱请伊出去啦。台湾团袂当伫遮，啊无爱开着着。所以即个澳洲外交部有那是 keep 不住，你知无？伊讲啊，阮这是照着惯例。台湾是观察员，为什么袂当伫现场啊？你看中国外交办啊，伊即摆讲啊，你若无要甲即个台湾这代表吼、哦，啊，甲挂嘴的时阵，我真的不爱开安怎？所以澳洲政府有那正式对着中国代表团、中国大使这种的行为，表达着伊的这种的非常担忧，
遗憾以及抗议的这种的啊，我那正式公开的吼、官方的这个讲法。所以用真是大，你知影，这个选举人情啦吼、实在主题是咧讲选举人情啦。这人政治我那无直接牵连呢，所以你卖讲世界卫生大会，迄是全世界所有这些国家拢伫遐咧参与啦。你看一场这种的选举人情的国际会议，伊都用安尼咧答的。所以今仔日咱蔡英文总统当然对着国际媒体表达伊的风度，伊的这个态度，希望讲中国爱有一个做一个大国。有伊风度，有伊即个风范，大国风范，来予即个台湾参与国际空间。但是咱家己心内有数啦，予咱心内有数。你要寄望伊个善意主动，迄是无可能啦，完全是无可能个代志。讲罔讲，当然官方安尼讲，但是实际上咱个作为绝对袂当啊来放松啊。你看，共安尼一场会议，莫讲进前个，做迄种个民航组织啦，吼，国际民航组织、国际刑警组织，联合国个伊个气候啊变迁纲要公约会议，吼、哦，都所有只个啊，不管啥物主题，不管你对个咧交规，不管是啥物形式、啥物性质，钢铁会议伊嘛抗议呢，钢铁会议嘛是要甲咱挂嘴呢，所以咱哪会就认知讲即摆。整个国际经济也好，台湾所面临的这个处境是不止啊艰难呐，实在是不止啊艰难。所以台湾总统做歹做嘛，除了你要想马英九这种的，家己自我好决，家己的主权全放弃掉，当然是做诶两世两世。好的，你着安怎甲抗议，伊着有哪做，啊着门关起来，你啊吹冷气，伊也不咧插潲你，不把你当人看。马英九是做好做啦，吼、哦、八年忧伤万岁，即摆嘛是搁伫遐忧伤万岁啊！啊，你若真正要为台湾咧拼的，啊，比总统八年是做加安尼，啊，我那是吼、哦、大粒官细粒官，小英总统就职，即摆着差不多晚一年，嘛是大头压力足大，所以乡亲是大实在咱袂当，家己即个行动，吼、哦，家己自我设限，赶紧来提申请案。用真实大可能听到吼，我那做烦哩，地中逐天咧讲，讲着爱提申请案，因为你无提行动，你无即个采取行动，等于无啊，等于是原地踏步嘛。你我哩开几场记者会，总统有开几场记者会，啊，共款代志嘛是遐哩遐嘛。你这你立即会当做个嘛，立即会当做个，就是赶紧提出讲台湾要申请加入。诶，这个参务的案件嘛，你有提到讨论啊？有讨论的冤家嘛，无要紧啊。你看你澳洲这条会议，现场是大家各国的代表是支持台湾的，伊嘛甲我讲啊，这个台湾伊这观察员你家先啊袂使啊，你凭啥你中国要人挂嘴啊？你凭啥要人你遐阻挠啊？全世界咧看嘛是对着中国不以为然啊。所以这就是台湾，咱会当来这种吼，会当讲来联合着这力量，你知无？你着爱甲这种对国际社会对咱有一个理解着，知影讲，安尼无合理嘛？会发出不平之鸣啊，这个正义之鸣啊，正义之声嘛。这个国家人咱来联合串联的时阵，这就是台湾有法度突破。当然，伊甲你封锁。是非常艰苦嘛，但是你要怎来突破，咱就爱借力使力，吼、哦，借着这些国际社会、这些成员，安尼来讲道理的人，咱联合做伙来做一个突破嘛。靠台湾一人力量不够啊！你若这个问题出台湾人、中国两边在阿咧不维持，对咱不利嘛。总啊，伊是阿大，伊大国啊，啊，咱是较小国家，所以这个台湾问题啊，国际化，你就爱让伊有争议嘛。有冲突无要紧啊！大家来遮现场理论啊，像澳洲这条会议嘛是伫现场里啊冤家啊！啊，最后虽然伊讲安尼台湾，你这个代表袂当伫遮，但是引起着国际社会来重视这个问题嘛。哦，所以用真时代，我看这个真关键。之前的这个当局，为当时也是
啊，可能考虑顾虑吼，各方面的是较这个啊，讲正面是谨慎啦吼。啊，事实上我那是考虑足济，但地中认为讲该做爱去做，为所应为吼，为所当为，你该做爱去做嘛。既然蔡总统啊宣誓这个立场，台湾一定爱参与，哦，咱一定爱参与嘛。你袂当甲咱摆渡，啊，是毋是爱赶紧来行动吼？赶紧来采取着这个正式的行动。好、哦，这是啊，首先甲大家先报告吼、哦，有关着这个台湾的国际空间，虽然困难，但是安怎来对困难当中去找着迄、那个咱会当实力哦操作迄个空间。啊，比总统的时代，迄阵中国嘛是打吧。迄当时嘛是用这个叫做反分裂法，哦，要来甲你，哦压制，哦这种有关着你这台独的这种的力量，哦要甲你来恐吓也好，来甲你吓惊也好，看你台湾人会带你怎救起，哦唔敢搁主张讲台湾是主权独立。但是你看，愈打不是愈严重呢？到你这个前礼拜吼。咱地库打公布民调嘛，新台湾国策地库，即卖都啊属即个凯达格兰基金会，长期咱在追踪嘛，对着即种的，包括台湾哦主权，也是讲台湾人的认同，即、這个长期民调哦，你这逐个月一两个月甲做一个只的吼资料，你甲追踪起來，你也发觉讲啊，即个中国打压愈悬。中国的迄个打压愈强的时阵，台湾人的自我认同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，比例愈悬啊，认为是中国人的愈低呢，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会愈欠悬啊。当然，伊拢是伫即个民调里高档嘛，但有可能伊七十几趴比八十几趴，伊继续咧成长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用即种的傲慢的方式是无法度效果。你若北京，伊若做巧吼，头壳做恶，伊是爱来人讲收买收买台湾的这个民心呢？伊是爱讲你着讲，和这个台湾人民呢，当甲讲好啊，人你若做伙合作伙，是一个做恶的代志。伊若巧是爱用这个方式呢？啊，但是伊这个正班的方法，你袂晓做嘛？这共产党就是安尼啊，伊这个邪恶的政权。啊！伊就用一种消灭的方式啊！哦，这个淡水变这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人总统的，哦，这个我就给你安一个罪名，用安尼伊想讲会当来消灭掉台湾主体路线，这条的这种的路线的坚持啊！用真是大偏你的目标拢未达成啦！这个历史一再的重演，你的偏你这个马。无讲理的时阵，无徛伫道理这边，无徛伫真理这边，无徛伫民意这边的时阵，你安怎消灭？愈消灭，煞声愈大声哩，愈消灭愈大声啦！这大家会去思考啊。但总统去用消音，2008年到今，有那是即卖2017啦呢？你看这长的时间，要将近要10年的时间，但是即卖大家咧思考。诶，8年之前，哦，这个2008年之前，迄当时大家的生活也好，迄当时的外交，咱的这种的拍拼也好，经济发展也好，也是包括着各方面政府的施政效率、效能，吼、哦，啊，加以规个加大建设，实在有那是无闹亏呢，实在也无闹亏呢。每一次你看这个。打台湾头到台湾尾，东西用14条这个快速道路啦。用真是大一天，我就拄拄到住伫南投的这乡亲，南投的朋友哩。南投的朋友就咧讲，要多谢阿扁总统来起这个国道6号啦，国道六号啦。若毋是住中部，咱的听众可能毋知道国道六号。国道六号即卖是偌方便呢？对南投，你若玻璃，若要通对日月潭哦，啊，这既然是国家级的风景区，以早就是行迄个细条路呢。迄若变拜六礼拜吼、
你的观光客也好啦，也是讲当地，也是讲外来的来佚佗的，你带踢几工的啦，踢几工的啦。这位南投的这个听众，就带办代志来高雄来服务处才泡茶，在人地中开讲在讲你。伊讲以早伊的这个后生，哦，啊，这个大学就去台中也读嘛，去台中市也读。啊，伊这个拿。这个放假难得回来保利高雄保利礼拜时啊哦，照讲拜一才上课哩。礼拜时啊，中昼饭凊彩白白的吃无两嘴的，甲爸爸妈妈讲歹势吼，赶紧来坐客运呢，爱回去学校啊，回去学校哩，回去宿舍。伊这个有一届伊的朋友来竹林，哦，伊这个爸爸的朋友来，咧问讲阿太啊，恁后生安尼赶紧来要回去。迄、那个学校咧，毋是问啊，在拜伊才上课。啊，太伊即个中昼饭啊，都啊袂好啊，食了讲要转去。即、這个老爸才甲解释，讲你这可能无带当地，你无了解。阮遮因为这也无讲伊个快速道路顶顶吼，迄若塞车塞转去到遐哦，差不多也暗时啊啦。啊，所以若无赶紧哦，来即个贴车票去坐车，实在伊个时间贵个吼。会挂袂赴就对啦，可能三加半暝。用真是大说，你看伊讲多谢阿扁总统来去这个国道六号了，即卖是安尼30分钟通到玻璃呢。对安尼的这个市区遮哩，不管对高铁啦吼，即卖若坐到台中乌日高铁，你坐国道六号，塞这个开国道六号过，30分钟、30-40分钟，路阁大条，阁安全。阿伯塞车，伊讲这阿扁总统的时代所留的建设啊，这种比较亲像安尼，实在这种你得爱较冷静落来，吼、哦，规个社会较冷静落来，啊，才来当思考着讲，确确实实阿扁总统这个政府在做代志嘛，哦，咱不是讲其他诶，这个政府无，啊，你讲这个你当时国民党是甲你完全否定嘛？伊用好管的嘛，伊甲你即个污名化嘛，甲你抹黑嘛，安尼实在无公平，对着规个团队嘛无公平。伊当时的交通部拼甲，我会记即是即个林林山的部长林部长嘛，包括即个快速道路拢伊规划啊，包括雪山的棚坑、雪山隧道，国民党拍袂通，啊，比总统甲拍通嘛。即摆你看要去宜兰看外方便，带动规个宜兰。啊！即观光啦，规个产业地方的发展、经济发展，毋是靠即个雪山隧道、雪隧上。啊，无这是马政府起的上，嘛是伫变政府的时代，甲处理好哩。高铁敢毋是咧？高铁啊，即摆逐工安尼，逐工看数十万人安尼，利用着高铁的即个建设，来对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吼，安尼一工挂过来，挂过来轮换哪会使呢？哦、所以你生活的这种的方便也好，规个这种的经济活动的这个方便性，政府就是爱做代志，啊，而且做代志，这话当时啊，不是讲逐天在宣传这啦，吼、哦，真侪人也唔知影。哦，你讲像这个东西向快速道路，你即卖来甲看伊个双数位啦，吼、哦，国道是伊个一号、三号嘛，你即个也是讲伊个二高，你甲看伊种吼、哦，680吼、哦，啊，迄种的。迄个是东西向的，啊，这真侪拢是啊，差不多拢阿扁总统的时代所做吼、哦。来，即个拄啊讲到啊，即、这个实在国民党安尼用专盘甲你否定，实在咱不服吼、哦。啊，拄啊我甲即个国道六号的代志分享给大家了解。来，用真是大，咱即卖先进一个广告吼。咱、哦、的产品的时间，啊，若对着产品有即个意愿吼、哦，要甲厂商只交关。我那甲你多谢，你甲卡平台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吼，来三分钟的时间，咱斟酌甲听一下，啊，马上阁登来节目，多谢。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在这个广告的时间，志忠要甲大家分享一条新闻。这是伫二月底，中央的食药署抽查到市面上牛樟芝的产品，伫103项的产品内底，有59件是不合格。
超过一半拢无合格，或是原料根本唔知影对对也来，无报备，或是外包装下拢是碰风，无符合着规定，需要合格的超过40000罐，甚至嘛有真大间的公司嘛，即个名单内底，食药署南区的主任接受访问嘛，直接讲。牛樟芝的功效主要是靠着多糖体、三铁类，原料分作脂实体和昆实体。脂实体含量高，昆实体含量少。脂实体培养要一年到三年的时间，昆实体只要2礼拜，实在差足多。对着这种爱食这味巴肚内底照顾着健康的保养品，其中认为讲品质绝对是上重要。白白一样物件嘛是有品质的差别。好的产品价格就会较悬，但是一分钱一分货，吃落去有效果才是上重要。这嘛是地中非常坚持的重点。甲农委会合作的好评牛樟芝，用脂实体来制作，而且是有符合着食药署规定的脂实体。市面上有通过无几间，一罐是3500块，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， 照着卫生部所建议每一天需要补充的分量来制作。而且佫独家添加卵磷脂，会当增加皮肤加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， 吸收更加完全。一罐食2个月只要2800块。正常深海鱼油原料特别对挪威进口，因为深海鱼油上重要的是原料爱来自海水清洁的所在，才袂受到重金属的污染。会当安心来服用的正常深海鱼油，一罐嘛同款食2个月是2200块。以上三项的产品买一罐就送一点的点数，累积6点就会阁赠送一罐。亲戚朋友就做伙买愈多，你就省愈多。啊，阁有真真正正用规只鸡鸭落去滴，纯天然的地鸡精、新鲜地鸡精，有17种的氨基酸、胶原蛋白质，会当补充营养，增强体力。一盒是30包，5400块。最后是咱一瓶一国爱台湾限量的产品，敢若先有印一瓶一国爱台湾的乌蒙尼，啊，佮添加红枣枸杞乌摩啊，有乌摩的香味加丰富加质的乌蒙尼，一箱24罐，加运金只要1450块，一届买2箱只要2800块。以上的产品若有欠用，请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50。0776180050，拢有专人甲你服务接听，感谢努力。多谢咱全国的乡亲时代，较大是工商服务的内容，对着即个产品有任何的问题，还是啊，我那边甲厂商家来订回注文吼，啊，交关一下吼，甲厂商按来，麻烦你卡平台转线，0776180050，0776180075。来说嘞，咱来关心这个世界国事会议，吼、哦，即卖拢是分组会议嘛，正式规个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啊大会啊未，吼、哦、啊即卖拢是分组会议。伫分组会议内底啊，伊即个目前啊有一个是迄个提案，当然啊未最后吼规个来啊通过，但是有即个提案。就是讲，咱最高法院的法官，吼、哦，第一是人数要减少，吼、哦，即卖是70几个，要减剩即个差不多20通的嘛，吼、哦，即第一人数要减少，吼、哦、啊，第二就是咱讲的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即、這个安怎来产生最高法院的法官，伊的迄个选任，迄、那个啊，即、這个程序要哪进行？吼、哦，目前你是透过着吼司法院啊，透过着迄个人事。啊，审议委员会对一审、二审哦，还是讲其他的这来源来加这个选任，即卖是咧讲要来用吼、哦、啊，总统来这个任命啦，哦，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后无要阁经过人审会，由着总统吼、哦、来这个提名，总统来这个任命。尤其是在这个当然外界有一个质疑，有一个怀疑，讲安尼是毋是有行政权？来侵害到司法权的这个问题，哦，因为行政权就是讲总统行政部门，立法权就是立法院，哦啊，这个啊，咱啊中央立法院、各地方的议会嘛，啊，司法权就是对最高法院、高等法院、地方法院以及到哦，加以吼啊各级的检察署，哦，检察官、法官啊，这是司法权，啊，大法官还是另一个司法的大法官，
台湾官是总统提名，经过着立法院国会同意，和国会伊有人事同意权，啊，搁来任命这个台湾官，这个搁伫美国嘛是安尼在做。但是即卖的一挂学者专家，大家在讲，讲你司法院吼提这个人选，比如讲今仔若要选十个，司法院也提二十个、三十个，和总统伊来圈选，和总统伊对这二十个、三十个内底，已经出十个嘛。这是讲要来增加伊的这个正当性，但是为什么无爱经过国会来行使这个同意权？老实讲，你经过国会，哦，总统来提名，经过国会啊来任命，这是一个上完整的制度嘛？哦，你总统提名，伊本身嘛是有一个啊过路的这个过程啊。结果即卖答案哦，已经这个外界吼知影。原来司法院哦，伊无爱甲这个国会同意权放落，原因伫底呢？本正我想无呢，听众朋友，本正我想无，我想讲奇怪，是经过哪啊对着国会伊无信心着，啊是讲对着咱即卖立法委员，伊是一个是啊感觉讲无够水准啊，是安怎啊？那大法官嘛经过国会啊呢？大法官是伊迄、那个。啊，阶级嘛好，伊的位阶是比最高法院搁较悬的，嘛是经过国会。啊，为什么最高法院法官你未来要改安尼，未当经过国会啦？一个司法院高层吼，伊、哦、这个当然无写名，哦，伊对着媒体咧讲，伊咧解说这个代志。听众朋友，你甲听清楚吼、哦，实在吼、哦，你愈听愈气啦，真正会风会大起来。伊讲无甲国会同意权放落吼，是因为司法院伊内部咧问这法官意见，哦，讲问因这法官意见，大家咧讲哦，若要来做最高法院法官哦，伊这上无嘛是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吼、哦，做法官做足久嘛，资深的哩，无可能是菜鸟啊菜鸟，啊一定办足侪案件啊，啊若讲今仔着爱去立法院接受立委的这个吼。啊，新查来这个啊人事同意权的时阵，过去办的案件个案哦，会叫提出来讨论啦。那安尼实在足困扰，会增加足侪困扰啦。所以哦，这个司法院最后决定讲，尊重这个法官意见哦，啊，袂当甲这个啊最高法院法官司法的人事权交予这个国会啦。你甲听几句靠腰啊，即卖是。司法改革是要改革恁这法官、检察官呢？结果无甲买啊，做恁家己咧决定恁家己的制度，啊那安尼太着改啦。无你嘛来问这个学术家意见呐、啊，还是讲来问律师家意见，还是讲来问这个哦，咱讲这个司改会意见？结果问来问去，问因家己法官本身，你要来改革法官的制度啊？既然是这个法官家己咧注意啦。讲咱来立法呢哦，足麻烦的啦，迄落到时阵足困扰的。阮的案件办遮济吼，一世人遮辛苦，太落去立法呢迄落啊。拜托一个囡仔，这是最高法院法官咧提名审查呢。民主国家的民主正当性啦，啊无做大法官的太落爱去立法呢啊，爱接受审查。大法官的地位是无最高法院遮悬着。地位可能阁愈悬啊，伊的这个声望阁愈悬，还嘛是爱经过国会啊。美国的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，迄是做终身的呢，迄是无任期限制、终身制的呢，做家里的四为止呢，嘛是爱去美国的国会接受审查嘛，接受质询嘛。你爱了解到你的一挂主张、你的看法，比如讲死刑，你的看法安怎？啊，比如讲这个同性婚姻，你的看法安怎？啊，比如讲，这个那要来啊，伊、那个核数要来反核，啊，你的看法安怎？啊，是讲一挂司法的司法改革的问题、陪审团的问题，煞袂当来了解你的看法。你对这你就看会出来，讲无怪台湾的司法会死甲遮凄惨啦。伊就是一个保守的这个小圈圈嘛，保守的口啊内底嘛。我伫遮做我的法官，我也无人。无人监督，也毋免接受人的这个审查，好，安尼做家，安尼我实在清心，做家我悠哉悠哉。我无代无志，我著去立法院去国会里啊，去予人安尼审查这个吼，安怎提名要安怎？啊，若照安尼的时阵，
这个制度安怎改会进步吗？你的民主正当性里对，民主正当性里对。国会代表民意，我唔敢讲，我唔敢打包票，讲每一个国会议员，伊所来甲你提问的，一定拢是安怎？哦，要做讲水准外悬都外悬，我唔敢保证。但是你必须爱尊重这个国会民意嘛。这安怎是台湾人民选出来？民主正当性嘛，民意的正当性嘛，你爱尊重啊，你爱尊重啊。啊，所以你这个最高法院的提名唔敢经过国会，这个改革是改革一半尔嘛。你讲啊，总统啊，家己哦，你讲啊，所以提啊，总统来圈选啊，就安尼通过。我相信，在欧美先进国家，伊的做法绝对唔是安尼在做。一定要经过国会一关，这是一个上起码的民主正当性。所以我想无即卖咧修改会议，重点无要讨论讨论对遮来。哦，检察官是毋是行政官？行政官是毋是检察官？哦，啊，你着即个这法官即卖着要改安怎？是毋是变作总统介入着司法权？啊，你若是即个咱啊，变总统蔡总统咧做，我无烦恼。啊，你若像马英九因这种的乌手村入去的介入的。啊！你时间我们就传播最高法的怎政治化伊啊？这是一个足大的危机吼！伫中我烦恼在生啦，希望讲这个分组会议，即个大家专家教授哦，拢是朴素朴的，绝对比地中较敖哦。因这个因的这个学问见解绝对是悬悬悬啦哦，咱无法度比啊。但是这个问题唔通安尼咧舞啊，无你就爱甲国会同意权甲扛落哦，这是。啊，我甲讲较白帮的做法，来听众朋友，咱先听一个广告，吼、哦，马上阁转来吼、哦，来这个工商服务三分钟，多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地中要甲乡亲时代介绍深海鱼油甲地鸡精。深海鱼油主要的成分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、EPA 甲 DHA， 这些元素是咱的身体无法度自己产生，但是佫非常重要的元素，所以大家当靠着外部来做服用、来做补充。深海鱼油就是上好的来源，比一般的鱼油也是其他油脂类的产品效果更加好，吸收更加完全，会当维护咱身体循环系统的健康。让你身体机能活跳跳，但是深海鱼油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原料产地，海水是不是有清气，没受到污染，一定要挑选经过检验值得信任的产品。咱再来说地鸡精，其实就是传统咱所咧讲啊，规只鸡啊起来炖、来滴啊来做提炼，和呾生产了的富人家做未来，也是手术后咧疼身体咧所来啉，营养的价值非常高。即卖老大人、小朋友、拼事业的少年家，大家嘛拢会当啉。但是家己买托鸡啊来滴，爱开六点钟以上上起码做九工。滴鸡精来遮哩营养，主要是伊的成分足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、天然牛磺酸，即个身体所需。需要营养素，对于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来讲是方便阁有效的补充品，亲像家己哩厝内咧炖鸡汤同款，非常芳醇，阁好啉，啊阁足方便啦。希望推荐上好的，予听众朋友会当安心食，长期来食。啊，像这个正成高单位深海鱼油，原料对水质上清气的北欧挪威来进口，经过严格检验，一罐食两个月，只要2200块。纯天然的新鲜地鸡精，17种的氨基酸、胶原蛋白质、天然牛磺酸，一盒30包5400块，啊，佮有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成 Q10， 佮台湾国宝和平牛樟脂。正成的 Q10 添加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会当增加皮肤佮血球健康的维生素 E， 会当予你的身体健康、青春佮美丽。一罐食两个月，2800块。和平牛樟脂用规粒的牛樟脂的籽实体来做提炼，效果比一般昆实体佫较好，而且是人行政院农委会所合作，有国家专利技术的保障，一罐3500块。最后是咱一瓶一罐欧蒙尼养生饮料，用台湾在地欧蒙尼来制作，佮添加红枣、枸杞佮欧摩啊，而且甘纳新佮印一瓶一罐爱台湾这个 logo。朋友若来，你请伊啉，愈啉愈爽快，实在做面子。一箱24罐，1450块，一届买两箱，阁俗一百，是2800块。以上的产品若有欠用，卡服务专线：07-761-8005，07
761-8075，感谢努力。多谢咱全国的乡亲时代吼，即卖继续咱一边一国的节目。来说的是咱今仔日的单元，吹自由的风，听台湾歌。这是较大地中所讲吼，即、這个国道6号、国道6号吼，即、位南投的啊乡亲哦，以及的啊姓林吼、林先生，伊一讲来服务处，人地中咧开讲咧讲着，啊边总统来。建设这个国道六号、国道六号，规个打通着，规个中部吼，台中哦，啊，你不管是市区、县区啊，到南投规个吼，啊，这甲风景区规个连接起来，不只是讲来佚佗观光啊，对着南投的这乡亲要来到台中，台中的乡亲来南投，规个安尼任督二脉拢打通啦，讲阿比总统贡献。实在应该爱予伊一个公平、公正的这个评价，而且历史留一个记录。所以咱这个林先生伊讲啊，地中来节目中帮伊点一首吼，台北新故乡。伊讲伊当时啊，伊这南投人，但是伫啊，比总统咧选吼，迄、种1994年啦，第一次选台北市长。伊当时伫台北吼咧、上班咧工作吼、所以啊，非常怀念这首吼、1994年的。啊，这个竞选歌《台北新故乡》《台北新故乡》，看地中哦，会当伫空中来演奏一首，啊，互大家来怀念一下吼。算起来，你看这个二十几年前，哦，用真是大，咱即卖甲欣赏一下吼，《台北新故乡》吼，这是当时啊，詹宏达先生作曲，陆汉秀先生作歌词。啊！比总统伫1994年竞选台北市长，伊当时是第一届开放民选，哦，即个啊歌曲哦，咱家欣赏一下，多谢。
以上这首歌曲《台北新故乡》哦，是由着咱伫南投啊。虽然即卖也无直接的这个频道，但是透过着网络吼，有哪会当来收听咱中部的乡亲来点这首歌，非常的怀念啊，非常的这种吼，音乐实在足好听。迄、那个文字、歌词、迄、那个意境啊，互咱会当讲啊，感觉讲虽然。啊！伫困难当中，但是嘛会当看到希望吼。伫、哦、这种的乌云当中，看到日头光吼，总是也有一天会当来吼、哦、啊，互咱来迎接吼、哦、这个日头来发光。来最后一波的工商服务，咱来甲听一下。工商服务平台专线，同款乡亲时代，你甲卡一个电话哦哦，07-761-8075。07-761-8075，多谢你。即卖是广告的时间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忠。即阵啊，有几啊位买咱正成 Q 10的乡亲，打电话来甲志忠讲，过去因是毋捌食过即味，结果服用了，感觉效果真袂歹，佮专程卡来学了，所以志忠特别佮要来介绍。其实 Q10 伫国外是做事件，因为 Q10 是咱身体内底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、增加生命力的一个元素，啊，佫会当抗氧化、抵抗自由基的产生。自由基、自由基是医学专业的名词，伊会损害着咱身体组织佮细胞，引起着慢性的疾病佮身体老化。Q10 就会当抵抗这个自由基的产生，特别爱注意的是讲，咱若年岁愈来愈大，咱的身体特地来制作 Q10 的功能会愈来愈歹 ，Q10 就会愈来愈少。所以咱大家开始知影讲，爱另外搁做补充啦。别行卖讲，即卖伫市面上，你会当看到足侪女性朋友的保养品，抹面的啦，抹身躯的，拢会特别来添加着 Q10 的成分，这就是 Q10 的价值。咱销量第一名，受到听众朋友喜爱的正成 Q10， 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佮添加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、绿茶萃取物，即个营养素会当食一罐就抵几啊罐，佮特别照着卫福部的规定，每一天建议补充的分量来制作。一罐足足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2800块。咱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子。有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，是真真正正用龟裂的牛樟子的基石体来制作，不是一般用细菌培养的一种的菌丝体。而且牛樟子上珍贵，主要是吃内面的迄个三铁类的成分，就爱是真正的基石体，才有完整的三铁类。咱一罐是3500块，有丰富的 EPA 和 DHA， 原料是对海水上清气。北欧的这个挪威来进口正成深海鱼油，一罐2200块。这三项产品买一罐，佮送你一点的点数，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。若讲平均册每一罐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，赶紧招亲戚朋友做伙来买，会当讲买愈济，你就省愈济。最后是咱一瓶一罐欧蒙尼养生饮料，用台湾在地欧蒙尼来制作，佮添加红枣、枸杞佮乌摩啊。一箱24罐，1450块，一届买两箱，阁俗一百，是2800块。最后是纯天然、芳醇、阁好啉的新鲜地瓜精，一组30包，5400块。以上的产品若有欠用，客服专线07-761-8075，07-761-8075。感谢努力。多谢咱全国乡亲时代啊，这个卡多啊，工商服务的这个专线吼，规工哦电话拢会当甲卡，有专人甲你服务，对早时9点到暗时6点。啊，有关着5月19吼，啊，边总统这个感恩忏悔啊，做者咱的乡亲来电咧询问吼，希望迄一天会当来甲啊边总统加油鼓励吼，当面来甲伊这个表达哦，这种的温暖甲心意。地中非常感谢、哦、我相信陈总统啊、非常会当期待咱大家三见面吼，5月19基金会的这个专线，你开去甲问吼、哦，要来参加这场参会，02-3322-3818，02-3322-3818，
苏南苏丁苏丁派看面吼，拜托大家个小听一下，咱互相吼，啊，个甲这个人气有法度甲伊冲出来无？啊，你甲敲一个电话，控制三。